一百十一年农业休闲旅游花县芬芳公园音乐响宴，十二号下晡伫芬芳乡观正村江南路边登场。现场美丽波斯菊花海，也个音乐响宴，好参加游客会当伫餐园当中听音乐、食美食，享受农村的休闲时光。只要有心规划，生活当中四季拢充满了创意。由芬芳乡农会所规划花县芬芳家园音乐响宴活动。十二号下晡在芬芳乡江南路边登场，现场有美丽花海，也有音乐会当听，和游客会当坐伫餐边吃美食、听音乐。芬芳乡农会为着要推广芬芳乡的观光产业，并且让大家会当体验到农村美丽花海，今年是再度协调农民，提早利用休耕的农田来种花。经过了两个外围照顾，这花已经大开，所以芬芳乡农会特别来规划举办这场花海音乐会。芬芳乡农会在我们芬园的县庄村举办这个花海音乐季，因为我们很努力的去创新，想要行销芬园，所以我们自创了把休耕的农地全面播撒波斯菊，形成一个很棒的花海。然后在这里办的音乐活动，让大家可以来这边看看花、听音乐、吃在地的美食，所以说很用心，然后也很感谢我们在地的农民谢武秀先生，为了我们这次的花海音乐剧付出了相当许多的努力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下次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想到芬园来芬园乡看花，然后来享受我们这音乐季的活动。以后我们会每年去举办这个音乐花海音乐季的活动。为着要感受伫个花海当中听音乐的感觉，真侪乡亲早早就来遮排队，会当就近甲花海距离。哦，袂歹啊，互创暗事做了足好个啊！袂歹啦哦，足好个，人缘投个老做工会。哟，嘿，啊！你今仔想讲咩看花？系啊，互人看表演啦。系哦，系啊，嘿。啊，坐咧花海底袂歹啊，袂歹啊，嘿，真趣味。对空中看落去，这一大片绿色的田园，就是芬芳乡农会今年所规划举办的花县芬芳家园音乐响宴的现场。美丽花蕊吸引大家眼光，真侪经过的民众拢特别停落来甲花翕相，欣赏这大块当中美丽的花海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芬芳采访报道。